给你那啥。对，没买到去台回台北，然后被妈妈问，你也知道。300块啊，3只4只。他们都知道哎，说你没有买到回去会被你妈妈骂。6只，他们都知道。6只300，你要几份？3份。3份。老板，你得了没？你请问我吧。他有人死的，他也穿这样子。你说一份多少？500啊？300啊？哦，3不多，300-900而已啊。嗯，那是我弟。我不会跑去读高门。我本身前提小说。我要一份。是真的回去会被骂，好不好？真的会被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还写了。他真的会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骂你就乖乖，你下次记下来。就像他一样啊，他会被罚跪一样，他做不好会被爸爸骂，我也会被妈妈骂。谁会被妈妈骂？我不会啊。哦，你不会了。不会，我爸爸不会骂我。哦。所以他们会吵架了。他会骂他爸爸啊。嗯，他们会吵架，没有谁骂谁，不骂。那是婆婆啊。你这样要爆料吗？没有，回击。走吧。来，求本来先拿去。哎呦。跌倒了，他跌倒了，把豆啊了，你看，最近平时要健身，你不健身，你好重哦、啊！我爸睡觉都不够了，还健身啊？放完被包围了啊？什么物件？放完被发抽奖的有无？放完。朱木早，看一下。做几包？包一盒，我平时无阿多。你600。阿姐，蛤蟆。蛤蟆好。我还没逛完呢、喔。就一张，包餐你要一份。回去啊，帮我来。有啊。有人要飞机吗？你叫有要飞机的无？有人要飞机的无？是。好有无？飞机叫我吃呢，好啊，我要求我吃。系啊，我早起我爱吃。哎，忙这就该吃东西。这忙做就该解决，这样讲不妥。何况你那个玻璃有要吗？何况。不该吃呀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就记下来哦。何况。会记啊。会连记不用了。蛤蟆几包？我收菜人命。不能买蛤蟆不？给了蛤蟆100块。北秋给了不？北秋3只、1只、5只。哦，我今天中午还多了3人。好，不要紧啊。200块了。好，有我到中秋，我哎，你拢看出份，要要为顶礼拜买。哦，好。哎，多谢，多谢。安尼俩嘞。好。安尼500、600、600加200，800，800再加100，900。900，好。来。哎。200块。
喜欢沙发。啊，习惯了。我觉得现在花汤可以，但是再过几年就不一定了。再过几年花汤有没有那么便宜就不一定了。很多我们小时候很便宜的鱼，现在都贵得要死。鲍鱼。一千啊，贵啊，秋刀鱼很贵啊，肉鱼哪有，肉鱼也吃过的啊，不然不鲍鱼吧，鲍鱼很贵啊，鲍鱼的条件不要接，一起还有两个人三包，好的，虎口有黄鱼吗？什么意思？今天在虎口那边，我不会知道，今天虎口，你礼拜三那个黄姐在虎口，我不知道、啊，你今天我做黄姐。对啊，吴波鱼很久没出现了，大概两个月没出现。那个波皮怎么卖？给你绑起来，500块就好了。好，2只、3只给你了。好，好。不然我剥皮鱼哦。
我是你爱老冷分哦。那我讲你要做。我怎么讲啊？你哪讲？有够高冷分。你哪讲？啊，我怎么讲啊？有够冷分无啊？好。准备套球了不？好。多讲。大只，大只较好啊！过年吃大只，过年吃细只。难得讲，啊，这三百鱼哦，规工的啦，艰苦啦。哎，我就先去呢。
要一份买500呀、啊。500。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。那个鲍鱼啊。鲍鱼好。鲍鱼啊、哦，鲍鱼吗？阿姨，你要鲍鱼是不是？好，300块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，来300。这是酒店的吧？买多少钱？对，一杯。对啊，他爸爸。压锅了，压锅吧，压锅吧。一杯一公斤的。我看嘞，我看。是吧？是五哥吗？靠几条片，好不好？我靠几条片，啊！你个生活买点贵的。对了哈。海鸥就行。我都要想，哈。可以哦。哎，我都要想，哎，是高红啊。我都要想，你也过了。鲑鱼来500块，三块、三块、四块，这5块500块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先切你今日无，今日干两只种的尔，哎，过来要鲑鱼无？鲑鱼啊，无啊，我过就先来，我了上你啊个啊。片的，这个卤味锅吧，就是打开倒到盘子上就可以吃了，不用自己切。来，来点都。过来买羊肉炉哦，牛肉炉过来买不？我8:30左右过来拿，拿什么？你那要吃什么？要一份鲑鱼吗？好，鲑鱼哦。OK。鲑鱼要先切一下。一斤300。先帮你切。一斤300。你在卖的时候再帮你拿一份。剩5年了，到回清斤。啊。多少斤好卖啊？什么？多少斤呐？无你钱，你都无你钱呐。剩5年了。安尼加大。无啦。5年了。今天300了。那个排队呀。好，排队呀。切块。还300，2块、4块、6块，5块、300。羊肉真的不错。300块。然后羊肉卤加鸭肉丸进去。过来，美队吧。更对味。和美今天有拍啊。和美有。美队够人啊，排队。有无？那个信王说他是卖鱼不卖身哦。美队有人来不啦？3块、4块，6块、8块，现在300块了，10块、300块。只有贡丸，今天没有鸭肉。哎，嘉宾要问一下，应该是有。对啊，10块、300块人啊，美队，美队有人来不？300块。我帮你问一下，嘉宾干湖。虾米无了。无。嘉宾啊。1000。你这虾饼干无？无、啊。没有虾无。虾无。1份500。那这这多少？还300。300呢？300。哈？300。300。这300，这不是1包啊？啊，虾来500好了。有，今天有鳕鱼。
起来我包。你讲啥？三百一碗哦。三百一碗，没有包刀哦。哎。